我就分手了。我是一个歌手，但我亦都是一个演员。着婚纱不是我第一次，不过每一次是属于我自己。这个亦都是我，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我成日觉得夕阳和黄昏都很美，但是很短暂。我们应该更加去珍惜，更加去快去争取你身边想要的东西。如果不是眨下眼，我们有什么感受？千万别说你有钱，百病天后梅艳芳身价不菲，却难逃宫颈癌的魔爪。这朵身世坎坷摇曳一生的女人花，终究随风而逝。千万别说你有钱，商界富豪王君瑶富甲一方，生平叱咤商界无往不胜，盛世英才最终还是无力与肠癌抗争，从此一眠不醒。千万别说你有钱，无论你是声名显赫的大腕明星，还是一贫如洗的平头百姓，请不要忘记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没了健康，别的一切全是空谈。千万别说你有钱，李刚之子李启明，嚣张跋扈，酒后肇事，致人一死一伤，却口吐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将这个时代狠狠烙上拼爹两个耻辱的字眼。殊不知再有钱再有权，也难逃法律制裁。千万别说你有钱，成龙之子房祖名集万千光芒于一身，应届龙头老大成龙在年少无知涉嫌吸毒的儿子面前，也只是一位慈爱宽容的父亲，放低身姿向社会大众公开承认错误，只求儿子获得重生，好好做人。千万别说你有钱，无论你是为了钱权劳累的父母双亲，还是年幼轻浮的年轻浪子，请停下你狭隘肤浅的脚步，思考一下家人需要你的到底是优越的物质生活，还是温暖的精神关怀。千万别说你有钱，国民老公王思聪家财万贯，坐拥各路绝色佳人，真实版后宫甄嬛传不断上演，是情投意合的真心相伴，还是如孩童般过家家的玩乐消遣？千万别说你有钱，无论你是万人瞩目的大人物，还是无人知晓的小人物，请不要让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冲垮你内心的宁静安然。千万别说你有钱，央视财经频道的知名主持人芮成钢被检方带走后，那些他口中的名流朋友，有谁站出来替他说话，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你是否也曾不可一世地高估过自己的人脉圈子？千万别说你有钱，当你买名牌服饰跟别人盲目攀比的时候，当你在价格昂贵的商场柜台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你可知道父亲为了省下一元公交钱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母亲为了多攒几毛钱每次捡起别人喝剩的空饮料瓶？千万别说你有钱，当你在外面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当年他不顾家人反对与一无所有的你挤在那间只放得下一张床的小平房内打拼未来？是否还记得那一夜与朋友把酒言欢，
你当着众人的面发誓要让他过上好日子，难道如今让他独守空房，宁愿和别人寒暄半天，也不愿对他嘘寒问暖，就是你口中所谓的好日子吗？千万别说你有钱，当马航 MH370 失事坠毁的那一刻，你能否感受飞机上239条生命突然面临死亡的无助，及其家属失去亲人的绝望？千万别说你有钱，当天津塘沽开发区爆炸声震惊全中国的时候，你能否感受到天津人民的悲痛欲绝，以及100多名消防官兵的从容就义？千万别说你有钱，当伤亡事故在我们的身边不断上演，惨痛悲剧在我们的眼前不断发生，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到底哪个会先来。在浩瀚无垠的星河宇宙中，伟大或平凡的你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乎其微。在这些天灾人祸面前，再多的金钱也如粪土一般苍白无力。人来时一丝不挂，去时一缕青烟。所以当你面对权势垂眉折腰的时候，当你感觉现实和理想有差距的时候，当你觉得委屈伤心无人理解的时候，当你为了恩怨情仇耿耿于怀的时候，当你为了利益得失斤斤计较的时候，当你为了地位高低勾心斗角的时候，你不妨静下心来清理一下心田的杂草，用心关爱你以前没有好好珍惜过的人，用心感受以前没有在意过的事吧。韶华易逝，红颜易老，繁华落尽，平淡归真。